个好看，拿掉。帽子拿掉。我要你晒太阳。好，听这里哈，中华民国真的是我搞不懂啊。他叫你们不要晒太阳，晒太阳会怎么样？我从来没看过一个人晒太阳得皮癌，全世界没有发现过啊。好，阳光有三种紫外线，三种红外线。一种紫外线对人体不好，但是人体有一个机制，当这阳光对身体不好，那个紫外线身体有个激素叫褪黑激素，会帮我们抵抗。尤其你那是太阳眼镜是不是？会变色。变色太阳眼镜。对。拿掉。戴太阳眼镜，拿掉。要变色了，但是变色眼。不要拿掉，让眼睛接受自然光。戴太阳眼镜对你身体是一种伤害。啊、嗯。戴太阳眼镜是对你是一种伤害。假使眼睛，我看太阳。我眼睛会刺刺，来，现在看太阳，眼睛会刺刺，一分钟三十秒，代表什么？你的维生素 A 够不够？不够，不够了。假使 A 够的话，我这样看它，我看一分钟，我也不会怎么样。所以阳光是你的健康的指标。阳光里面有三种紫外线，三种。红外线，其中五种对身体产生的荷尔蒙、产生的骨质功能非常大。很多人骨质疏松，来找老师，我叫他去晒太阳，赵老师很好做。然后做这样，两脚蹲，垂直律动。每天做二十分钟，你的骨钙素就增加了。晒个太阳，根本不要吃什么补什么钙。几年了，几十年了，一直骗，骗到现在还在骗。哪一个国家把人身体当作提款机，而不让人民身体健康？那叫什么国家？根本是怎样抢劫集团，所以自己平常有空没空都晒太阳，好不好？好。我跟你打包票，绝对不会得皮肤癌。而晒太阳，你不然去做粗工的，不像粉头、骨石头、骨石为什么那么硬？为什么很少生病？两种紫外线，两种红外线，是你身体必须的、必备的。你是惊风是无？流鼻水。流鼻水啊！感冒是不是？稍微到里面进去，拿那个风围剑，你下进去里面跟他拿风围剑，吃三颗，跟他讲拿风围剑吃三颗。那林小姐，里面拿那个风围剑给她吃三颗。这个是给谁的？啊？没有。不知道。黄牛仔。黄牛仔。这好像赵老大。双面菜。赵老大。哎呀，你也卖产品吼？嚯，我来一群吼，那个吼，赵老大。赵老大。头发发个这不是双面菜吗？